然后下一首歌要为你们带来的是一个很懒散的歌，对，他就在讲一个人，就叫做懒惰先生。提醒我说等一下拿来，就把票筒拿来，他说这样子可能你知道有一些后来的人比较吃亏，吃，我以为先抽到是吃亏了，对不起，是我错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要公布这次尾牙的第二大奖，
刚刚是第三，好，第三大奖，这个奖就是，你说，我说吗？是说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对不起，我们是一个很散漫的团哦，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好，这是第一大奖啊。好啦，其实我平常就是有写写词儿，然后呢唱唱歌，然后写春联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呢就是轻而易举的事。昨天熬夜的时候呢稍微写了一下，觉得挺有意思。然后希望对对面的台湾同胞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份温情。这个 C 库呢，名字虽然能听叫做史代库，但是这是一个很成熟、很 man 的一个乐团。OK， 然后这就是我昨天写的春联。我觉得要大过年的，应该就是写点东西会还蛮吉利的。你有想要吗？有啊，有啦。少年是，少年是，天增岁月人增寿。大雨下的哗啦啦。下联是，小房间外好棒棒。大家已经想不出横批。好。Stay cool music..com 接过这个团就挺有意思的啊。OK， 大家我很期待得到这个奖。那我们请谁来抽呢？抽吧，你写的你负责。OK。231号。